塞断了最后，塞断了最后一轮。哦，来，哎、欸，你最会塞不进来，你会。先生，你插错洞了。我插对了，我插对了，我找到了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今天这个厂商寄了一箱试用的，不是什么试量，试用的，打开看一下，哪一家你知道吗？之前那个、啊、卡西提啊，室内灯那个。哦，那个爆亮的东西。对，爆亮的，对啊，超喜欢的。我妈跳过以后啊，跳过以后哦，金马杆，999纯金，纯金，给你的科技量啊，对啊，这面纸盒在这边啦、啊，哦，这外挂式的啦，哎、欸，好、哦，哎、欸，超广角三色外挂式的雾灯，它有哪三色你知道吗？白色、黄色，跟白黄色，知道为什么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你知道？因为这边，对，啊、哦，你这边啊，对哈、哦，看我一样，啊，对对对，我刚刚看到了，欸、我才刚看到的，好像看到什么东西啊，这样说要往自己的鼻子上面塞，你知道吗？是哦，嗯、哇，哎、欸。哇，台湾呢、欸，台湾呢、欸，继续台湾呢、欸，一定有开关的。我每次接车的，还要再解释一下。你看这个嘛，有离类啊，可是它离类跟隔离隔多少？啊，这就简单嘞，现在加倍等级嘞，加点二组，正级、负级，好、哦啊，差不多快结案了。这一条要到，一定要到室内啊。这两条，这来点两条哎，其实这个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啊。我觉得这个比喇叭还要好，哦、这样很小哎、欸欸。你看这个是这样哦，这样插下去，好、哦，再转上去。你、欸、这如果万一灯泡烧了，它还可以单换。对，很方便。假设烧掉的话，你做这锁上去，你就可以锁。啊，所以这一盒只有一个。哎、欸，主啊，那我先接起来，我那边电棒水贴了，哪用啊？要接两个吗？我来，来闪到你，你出车没？它蛮小颗的，所以蛮小颗有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到处都可以塞。我那个背包上面，对啊，背包上面也可以塞啊，旅行架上面啊，保险杆里面啊，左右啊，还是说水箱护罩里面都可以塞。后照镜的后下面，你是抓那鼓哦，发完电的滴滴滴这样闪的对吧？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还有啊，啊，它这个有锁点吗？有啊，有不然我再拆一个好的啦，再研究一下了。你这种尬钢箍嘞。卡西里真的还算不错，上次你记得吗？每个都有工具，因为这个它的价值就是这样嘛。你要再去调节说，看锁在哪里。对，先不管怎么锁，我们先看它亮不亮。哎，加这是听说是要让我们抽奖，抽一组，啊，你们装了一组就少一组。我先跟你们说哈，这个是随便弄的而已啊，我怕去发电了，我去拿，我去拿电吧。哦，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我以前那里，哎、欸、哎。还是方形的，对啊，没有变色了，黄色了没有？它要关掉再开，就是对啊。白黄，这个验车会过吗？验车是这样，验车这样嘛。哦，这样验。啊，验过了。哦，那这样。哇，也别卖嘞，哎，你这样是这样，两颗左右。哇，那它记得看灯，啊，记得看灯，差不多。哎呦，你看，好，我们来比较远一点，这样还不错哎。你再射一次，我再射一次，我没那么多啦。它这个有风扇的、啊，因为我穷皮我那里一叮当就风就散热，它是这样关掉，再按一次，嗯、就关掉，再按一次、嗯、就变色。它、啊、会不会防水？应该无吧，这干不防水，我等一下放在水里面。其实它这个有好处，你看哦、喔，假设你这样嘛，你这样就太高嘛，你就调这样，照你对对吧、啊？它就不会闪光啊。完了以后，再再厉害，爱十二目睭吗？对，你看这样越高，你看它是不是有一个像鱼眼？我这样子照到有没有？哦，有，有没有？就这样，没吹没。对啊，这样就不会了吧？这样不会了。你看啊，这样是上面是黄的，下面是白的。如果你把它种这样子，上面是白的，下面是黄的。线的关系啊，通常应该是这个方向没错的，上是黄的，下是白的。好，水箱倒掉，不然装这里好了。装什么？啊。有啊，现在很流行的。哦、啊，你要装在那个眼睛上面。对啊，这个就是它的哦。你看，这有几个装法嘛？嗯，这样可能太突兀了嘛。嗯，假设你装这样应该也可以啦。嗯，因为它小小颗的嘛，还是说你为了比较好看，把它藏在里面？嗯，从里面这样照出来。但这个是不是要下包杆？对啊，哇，从里面这样照出来啊，如果是爆闪的，有没有？嗯，像不像那个我桃花车就出水的那个？哎、欸，警车那种会闪的。对对对对对。
啊，只是我们今天不是撞这一台了。哦，不是、啊。好，我们今天选择就这一台，撞这一台。这台是什么车？酷派拉斯。一台就拿来提去烤漆。哦，对对对。哦。对吧？啊，拄好啦，内底迄隔音嘛要做啊。嗯。啊，没雾走啊，咱起码直接先用。啊，后面的影片应该陆续会上去。欸，它有雾灯了嘛？不是装底下，就装上面了。挂到位靠我走的话，嗯，对啊，会装在哪里？明店个倒的，好不好？靠我倒，这个比较好拆，不然你装底下可以比较漂亮。可是啊、喔嗯，要塞保险杆，那干单的话，哦，干单的，因为哈、喔，假设啊，我装的很困难是可以，可是我的教友们，我不晓得有那种困难给他拍了跳了，嗯，所以呢，大概这样呢，然后就刚刚倒了一刷，这边开关走按的话，到时候就把这个先打，先打上，水箱护罩拿起来锁在里面，啊，线就从这样穿过去做开关，起码开始变倒，来，哦、走走，快收啊，快收一道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说不要太中间嘛。不要直接扫啊！我要先打坑啊！啊，打坑唔对就加直接扫。好啦，打坑我打坑。好个啊！好未？揢条蛋蛋。哈哈哈！揢条蛋蛋。因为有些要先钻洞的原因，就是说怕锁了破掉。你看，睡吧。因为我就找这个洞啊。这个洞好像还不错哎。对啊。多好啊！哦，我就吐出来。我就找这个洞啊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啊，有了。高低期这个就是可以这样调了，那、啊、我们就大概先抓哦。我先假设我这样说好了，对啊，它是这样，好，这个对啊，往下一点，对啊，一般先调下嘛，不够高我们再调一下，调好之后再把它锁紧，锁紧之后再锁这个，嗯，它、啊、带来的一样嘛，锁好之后就是接线，它、啊、这个接线就比较，它有一条线一定要接到里面去，这样就装好了、啊。运猛，它、啊、这个要调怎么调？先固定这个扣子掉，先照，耶，还有一半，还有一半呢，一半就是这个、啊。野锁好像就等于预留很长啊，其他线这个很长的，你看它可以最宽的这样，没有，它是最宽可以当雾灯用啊，叫隔夜雾灯，这样子一组嘛，你看我这样已经意识图了嘛，它就出来了。好、啊，这个就很简单嘛，一个接地，哦，接地就这里，好，一个是正极，直接接就好了。红的接正极，黑的接阿锁。对啊，啊，这线就是接接的嘛。对啊，啊，接不完夹起来对吧？啊，简单的哦。啊，无合理啊。好不好？这也是有保固啊，扫标扣就有保固了，记得要写自己的姓名。来，我要去嘴顶玩。你看这里有一个开关了，你要这样，这边呢，这样，这边要扣了，对啊，这边好了，差不多快好了。阿弟，你光按这，我这个太大，对啊，那你塞看看，我这边，可是我就觉得从塞过来比较好塞啊。那我塞你看看，好，你塞，塞洞最会，塞洞你最会了。哦，来，哎，那你最会塞不进来，你会？先生，你插错洞了。我插对，我插对，我找到了。不是啊，你要往上翘啊，你功力也黑啊，我就怀疑耶。好好好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我看到你了。小夫，我进来。好，你不要动就好了。不要动会那个呢。会怎样？然后我等一下把它抽出去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要抽小心一点，因为我这个头就大了呗。洞也很小啊。你拉，慢慢拉。切掉诶。等下我看，这个就是要转一下。啊呵，错晒。太大了嘛，对吧？泰山，你的头太大了。对啊，我就加头大了。你的头都三公分，真无啊。邱瑞康啦，你的头太大了吧？啊，不然就是，好，我拉回去，气死我了。气死。已经看到头了，竟然伸不出来。哦。还在不？我。到了吗？到了。对呀，出来，出来就好了。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哦，再快一点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耶，出来了嘛。好，啊、这个吐在兜里。这个招牌对，我先给它包起来好了。其他应该是不会掉的，可是我怕还是把它包起来了。我给它包起来以后。对啊，我要揪一挂回来，因为要免伤多，这个放里面就好了。我塞还是你塞？你啊，好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我等一下再把线赶快 Q 好啊。一般电池要放多久它才会没电？应该不能这样讲，这样讲不准。如果现在的车啊，嗯，越来越短了，因为记忆太多了，音响的记忆啊，什么记忆啊，电脑的记忆越多，耗电量就越大。我先大概接一下是不是。对啊，它有一个这个头啊，我记得 LED 它有一个类似这个转换器，它才可以用，这个就可以直接包了嘛。它这个有一个快速接头了，对吧？啊，等一下就是可能不要把线 Q 完后，对吧？这个线都要包。啊，第一松脱嘛，第二水不会跑进去啊。啊 ，Q 个水的，我哩哈，啊，不然一直加工我包了上歹。啊，这个它这个也是，它有防呆吗？有，
这个是要给它收的，不然它如果插不够紧了，刚会落皮，它那就别落去啊。哇，像这些设计感都袂歹。假设你灯泡换了，坏的啦，应该是说灯泡坏了，你就不用去换线，对，你可以拔掉啊，就这样。啊，它这个有箭头啊，你看，有没有？都叫箭头，叫、啊、箭头对箭头，对啊。哦，这个比较高，这个比较低啊。哦，哎、欸、哦哦哦，都黄的。哎、欸，现在都黄的。哦。哦，有啊有啊有啊。嘿、欸。做得光的嘞，也、欸、还不错嘞。哎、啊，你再换个颜色。哎。我看目睭会反光嘞，黄的。黄的。哦，白黄。好，开始长线。哦。到最后长完线之后啊，这高低啊，这高低的角度、啊、我们先大概就好了，因为要出去照才知道。好、哦，阿内这个比较高嘛，这个比较低嘛，所以等一下先固定这样就好了。点预备拉出来的话，我说它线预留的很长啊，所以不用担心那个不够。万能的束带。对啊，万能的束带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有看到把手环做成束带的样子。嘿，阿别话这高清嘛、欸，差不多几万。几万哦、喔？我记得好像对啊，八九千块啊，台山。啊。贵你没搞，我嘛送你一条束带耶。束带。你手够粗嘞。别说我对你歹，我送你一条啊。一条。九千的是不是？没有，这个理想数字八千八。八千八哦，就好就好。对啊，你要开到哪里去？哪里有墙壁，我们哪里去？这边呢、啊，来，我转你来。啊、这是原厂的近灯加远灯，嗯，好，快给我看好我的，我、哦、靠，一高一低，哦，等一下，我来，这个是 HID 的啊，这是 LED 的，嗯，哇塞，我再变一下颜色，我这样哦，看了哦，哦，黄色会更高，黄色好高、哦，嗯，黄色更高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调下面一点？对，不然就用白光就好了、啊，因为黄色可能起雾的时候才会用、嗯，你要多高？这个再高一点，左边低一点嘛，右边高一点，哎，你有炸给吸出来？K C， 哈哈，猛料袂歹。身为一个汽车人员，辛苦一定是无错的，什么都是工具了。啊，遮起来。有的这个再高一点嘛，哦，修修。有吗？太高吗？还是低一点？我遮起来。也、欸、还好啊，你知道为什么还好吗？哎呦，你看现在的位置，嗯，原本的灯在那边，原厂的，嗯，有没有？一样嘛。对，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换这一颗，挡住，再低一点。不安哎、欸，你不要切一下。这是大灯嘛，大灯关掉。我怎么觉得歪歪？歪歪的可以瞧啊。你不觉得往斜的上去有吗？这样像远灯呢。对啊，很像远灯呢。我这一半一半，一旦好像黄光会在上面。嘿，其实左右也可以调啊。哦，你看喽、哦，有、欸、没有？你看我这样故意遮哈、哦，你看喽、哦嗯，我这样是不是到右边去了嘛？对啊。好，遮起来，这边到左边来了，还是你要再开一点？就是左右这样，可是应该不用那么宽，这样够宽了嘛？不用那么宽啊，这样就好了吧。我后面一点、啊、先把这个关掉，这是原厂的大灯，哎、欸，原厂的、啊、亮吗？还好看一下我们的光、啊、不赖吧，有没有关掉了、欸、有没有、这个更高了，黄色好像太高，还是要颠倒吗？ 倒过来，我再调低一点看看，这样是有比较低，我再看一下，可是要变打鸟啊，没有，不是打鸟，打地上了，因为我在想说，嗯，好、哦，白的最高嘛，你再怎么调都是黄色会照地上而已。现在是这样嘛，变这个在上面，嗯，反过来就好了。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啊，这光照出来还不错、哦，把它颠倒嘛，嗯，因为我刚刚按那个顺，如果是我的话哈、哦，我喜欢应该是这样。你看哦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？因为它在开的时候，你看我不会照到那么高，我照到地上，它两个装法不一样就会变成这样。啊，如果两个都开是这样，我不会变那么高。你要怎么装都可以的。如果你觉得黄色，你要当做远灯在用，你就用这样。对，啊，做红灯。啊，我也是该按那头，因为我是在中规，我不会刺到别人。大概就是行驶过来嘛。对。假设这样看不会刺眼吧？不会啊。好来，这样嘞。有一点刺的。对啊，我这边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有好处，可以当远灯在用啦。所以你平常就是只能，如果你装这样的话，只能当白色这样借用而已，你就不能切黄色了。对，因为它这样比较刺眼啊，啊，所以要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。你蛮认同我讲的哦，我认同，我认同，认同哦。嗯，大家习惯不一样。是啊，因为我这样你可以开两个灯都亮。我啊，如果假设啊，你要开远灯，你就只开一个，你就只能开一个。
差不多高了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是黄色，哎、欸，这两个都加，两个都加，哎、欸，哦，哇，可比心动，跟他比败嘞。好，我再最后一次照一下哈。哦，安尼，多亮，那个耐晒哦。不错哎、欸，效果还不错耶、三万，我在欣赏我自己的杰作。哇塞，你知道吗？我后来发现全亮啊，是有十盏灯哎，对不对？有吗？雾灯两个，好、原本的近灯两个，四个，再加远灯六个，这个有两段，是不是又加四个？咋没嘞？对啊，全亮，哇塞，全亮哦。God. 你看我车不怕拉买金啦，对吧？哇，因为其实你看装在里面有吃亏的点，就是说它还是会被这个遮住啊，不然还不错了。它还是打出来啊，对啊，可以啊。底机很小，其实蛮好装的，应该大家都可以装了啊。只是说装了没错，大家都可以装，好啊，不是说每天都可以点哦。像这一般的雾灯，不是说你看不到路就可以点啊，它是要起雾或下大雨的时候才可以用，不然我记得没错的话被检举。对，因为你每次点到大灯啊，后雾灯也是一样，不能乱点，不然很刺眼。对啊，通常后雾灯是很早点啦、除非真的是起大雾的时候才会再用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、喜欢的朋友记得放。现在阿伯去到位哦，这个、卡西提自己上网找就有了、不要找我们，对对对，直接到他们去官网去买就好了。等一下会贴，对啊，报科比的名字、会多200，我要抽成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没有啦、我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啦，对啊，好、记得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好，记得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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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大家先开来一个原厂大灯，原厂的，好，原厂大灯，对，好，我关起来，我先关起来了。原灯呢？原灯哦，原灯这样，哇，原灯关掉，看一下我们的卡西提，三万哦，再变个黄光，黄光就比较近了，全亮，不错吧？你如果全开嘞，点大灯哦、就这样，像是全开，都亮了。它还有一个远灯，很亮。哈，就亮，就光了吧？这个看我了吧？有啊，有啊。没办，没办，满意了哈。你要装了吗？我要找位置的。你要找位置的？找位置，挖一个小洞这样就好了。其实我觉得蛮厉害，它一个小洞就可以出来了。对啊，你看我们那个才那个小格子而已啊。对啊。哦呦，看那里塞哦。好。耶。好啦。